英国政府继公布拨款4300万英镑协助透过 BNO 签证移居的香港人融入当地生活之后，今日再发布中文版欢迎小册子，为持有 BNO 港人在英国安顿生活提供指引。小册子第一页显示了由英国首相约翰逊撰写的序言，他代表英国人民向移居当地的港人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且强调港人在英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容这里的一切对你来讲都是熟悉而且不陌生。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郑伟琪和内政大臣彭黛玲就提及英国和香港人有深厚而特殊的关系，英国会信守承诺，履行对香港人的责任，向持有BNO 身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前所未有的待遇，又说已经和地方议会合作制定计划，帮助在英港人申请工作、创业、接受教育，并且提供所需要的英语学习教学。小册子之后的几页就详载了英国的公共交通资讯、语言、国定假期、文化、法律、政治制度、纳税制度等等，并且指示香港人怎样查询职位空缺，也都交代了国家职业服务局是会提供就业建议和辅导。